国庆假期，四川成都一名五岁男孩在和父母回巴中通江老家游玩时，对当地的怪脚印儿产生了兴趣，认为这些怪脚印儿是恐龙留下的。孩子家长把脚印拍成了照片，发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古生物专家。经专家们多方考察，初步估计这些怪脚印儿是白垩纪时期的恐龙足迹，距今约有1.3亿年。